frogging frogged 这个音听起来很可爱哦，其实它就很像是青蛙跳，但是它的拼音方式特别给它弄得不一样。那它不是指那个疲乏的青蛙跳哦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犯罪形态，这个指的是你家里被人入侵了。那他入侵呢，不是为了钱财，也不是为了要伤害你，他就是躲到你家里，然后呢，他就会趁你不在的时候，他就会出来开冷气、看电视、吃东西，然后呢，等到被发现，再跑到下一家去，就好像是从一户人家跳到另外一户人家，所以外国人把这个叫做 frogging 或叫做 frogged。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啊，有人趁我不在的时候，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？对。主要是发生在你的生活很规律，你去上班的时候你家是空的，完全没有人。然后另外的话呢，更有可能发生在郊区或者是在国外，他们可能住宅区，然后呢房子又很大，所以呢就会有人想办法侵入你家，然后躲在地下室，躲在你很少去的房间，躲在一些夹层当中。那理论上他也不会这个抢钱，也不会偷钱，也不会伤害你，可是想了就很恐怖耶，对不对？有可能你在家的时候他也跟你一样在家，只是他躲在你不知道的地方，然后呢你出去的时候他就会跑出来哦。所以这个听起来很恐怖，你可能会觉得天哪，回到家以后就会开始怀疑，哎，这东西本来是在这里的吗？我出去的时候这个没关吗？对不对？那当然很多时候可能是自己疑心病或者是真的没注意，但是呢在国外就会发生这种现象，这就是被 frogged。那我们国内比较少，不过希望不要真的发生，不然想一想的话，虽然他不会对你做什么事情，可是啊，还是觉得很可怕，毛骨悚然啊，对不对？